这个什么东西？狗肉。哦哟，这个有点腥味。呀哈比比，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，我在苏州空山，而且不是在市里面，只是在一个小县。我听说这里的羊肉做的挺好吃的，真的假的？苏州这边羊肉有这么好吗？我找了一家做羊肉的，咱们去看一下空山的羊肉喂的价格感觉怎么样？走。我们打个滴滴家人吧。你好，师傅。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意思是我们在一个镇里面现在。对。Later。你玩了一块啊。再见。啊。哇塞，你好哥，这一家是不是做羊肉的？对对对对，羊肉。这边当地的羊肉好吃不？我们本地的都到这家去吃。真的？真的。祝他。请进。感谢感谢，大家好。哦哟，这个羊肉的那个味的散发的很明显。你们这边是怎么吃羊肉？我不知道。我们吃汤啊，羊汤。红烧羊蝎子，猪头，我来一份红烧羊蝎子。羊蝎子没有了，干得漂亮。我来看一看，哪怕一休休也可以，我尝尝。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有没有要不要烧出来啊？可以，要肯定要。这个饮料有没有冰的？这个柠檬。这个。没错。谢谢你。哪里的？伊拉克的。伊拉克，没错。拌一下，凉拌一下。肉肉呢？啊，马上过来了。啊，这个肉肉跟面分开的，好吓的。要把面他安排好。来，羊蝎子骨头啊。哎呀，这是羊蝎子，有没有手套的？手套有。有。哇塞，我都没想到，在一个小小的县能找到这么多好吃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咱们感受一下，这个是羊肉吗？哇，你们看这个肉有多丰富啊，家人们！可以呀，大家都知道羊肉它是比较肥的。这个给我的感觉猪肉比较多，你们看就特别像那种牛肉那种，很紧实但是很好吃，很软糯。搞笑，这个羊肉怎么那么多肉，怎么没有肺的？哦，鼻炎了。我们的羊肉不好鼻的，鼻没有人吃的，这个都是山羊啊，你要么肥的，你要这里不好卖不了，你这个人不要吃，不吃肺的。我意思是好吃，挺好的。哇塞，空山的方言我真的听不懂。你们太厉害了，我一句话都听不懂。来吧。哇塞，你们看这个羊肉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加虾的，红烧羊肉好像我第一次吃。我这个面也很香啊。弹熟了，但是这个糖度让你感觉很值。就这个羊肉的那个做法啊，这个做法是真的让你吃得爽。来吧，来。
这个什么东西？头肉。哦呦，这个这个有点腥味。加上这个面，嗯，这个面太无敌了，真的。他们这边有很多菜，但是我看不懂。幸亏刚才我点的那个羊蝎子是有照片，爽。这个有点，我吃不惯，我吃不惯这样子，我吃不惯，我的问题。好兄弟，你吃羊肉汤包，打包。这个我能不能打包给好兄弟去？这个餐厅我听说在本地大家都很喜欢，然后呢晚上人比较多一点，白天人不多，然后餐厅特别简单。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花了多少钱。你们这个店开了多少时间？开了有20年多了。哇塞，这么长时间。这个是妈妈吗？哎，啊，你们是一家人开的这个餐厅？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这个羊是哪里的羊？湖北的。啊，从湖北来的羊。对，明白。一共多少钱？115。家人们115，太感谢，再见。再见，拜拜。家人们，今天这个羊蝎子是真的没得说，还有这个面，这个面吃起来有那种很亲切的味道，这个面真的好吃。羊肉汤的味道我实在接受不了，羊肉汤的味道，家人们，给我的感觉有点腥还是膻，反正有点吃不惯，这个是个人的问题。我看本地的朋友他们在吃我才点的，本地的朋友非常的喜欢。今天的羊蝎子88，羊肉汤里面有肉20块钱一份，还卖了饮料，还有一份面，一共是115。你们觉得贵还便宜？哎，你们祝你们平安，祝你们快乐，我们明天再见。